说到这个中秋烤肉，什么肉非烤不可？无论是吐司夹肉，还是生菜包肉，梅花猪还是里脊猪，通通都是猪肉的天下。No no no！ 实际调查，家乐福、爱买、大润发三大量贩销售，去年中秋节卖最多的竟然是庆贺一。鸡翅、鸡腿、鸡胸、鸡肉串等丰富的选择，单周卖出超过30万公斤，打败猪二哥的27万公斤。牛肉跟羊肉因为较多人不吃，销售量也越少越少。而最常被烤的四大蔬菜又是什么呢？第四名是臭臭惹人爱的青椒，中秋节一周销售金额就有600多万元。第三名就是香菇，最常在烤肉时登场的咖啡笋，一近千万的业绩有夺第二名。冠军则是 juicy 又 Q 弹的杏鲍菇，营业额达到1600多万。仿佛在说，今年中秋节不吃杏鲍菇就跟不上流行喽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